因为在维修飞机的时候啊，因为安着那个萨电时，你会为听音乐语啊。粤语也会吗？喂。跑回来打我！让他打，你这么厉害。厉害啊，他！我们先两个打死他。好。哎，我又忘记了。哎，你头跑到这边去。那人挺厉害啊，是不是？还蛮强的。是不是不能一直加速啊？那个加速就会慢一点，在绕圈的时候。
没有飞机了。给我那个，给我用。喜欢分享出去，订阅千鸟熊频道，获得最新的影片资讯。谢谢大家的收看，拜拜。